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柴教练。今天呢，我会延续上节课的内容往下走，就是十路弹腿的第七和第八路，有正面示范、背面示范、慢动作的讲解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请联系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去关注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，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为大家奉上，还有加入我们的 QQ 群，我会在那边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。开始吧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动作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做一下慢动作示范，就是第七路的慢动作示范。OK， 我这边看啊，准备是：一，冲出拳；二的时候，这边压，这边往下压的时候，左手往回收压；然后三的时候，冲左拳，收右手，这种力拳；四的时候，格挡冲拳，好，冲拳，然后扎拳，然后收腿弹踢。弹踢完了之后，继续双重拳，然后这边压，然后冲拳，然后格挡冲拳，然后下砸砸拳，然后弹踢冲拳压冲格挡砸，然后踢冲，然后压掌背掌。这个呢，就是第七路的慢动作讲解。讲一下第八路的慢动作讲解。这边双冲拳，然后呢虚步架掌，虚步架掌完了之后呢，上左脚抬右脚直接踢，然后勾手啊，先抬右脚，然后直接踢，然后勾手，然后转过来架掌，边右虚步，然后上抬脚踢，抬脚踢勾手，好，然后下掌，好上，好抬脚，好弹踢勾手下，好这边也是，好上抬脚踢勾手下，好下压掌。这个呢，就是第八路的慢动作讲解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了第七路和第八路的动作，这两路动作呢并不是很难，但是要用上技巧。第七路比较简单一些，第八路呢可能要用上技巧，所以说在这块的时候练习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请联系屏幕上方的邮箱地址去关注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，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为大家奉上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，我们会在那边尽快的为大家做讲解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下节课再见。